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媒体们，还有我们北京的老乡们，大家晚上好！非常高兴，非常高兴，今天来参加我们北京协会25周年的庆祝，然后呢，加上这个新年地图的这个联欢，可能还有很多人还是不知道，我也是半个北京人。有北京工作的经历啊，半个北京人，哎，而且还有这么多的渊源。